那么相关问题我们首先来请教唐老师啊，辽宁舰和山东舰啊在南海手持的核练，您认为为何地点选在南海呢？这里面透露了什么玄机呢？那选南海很合理吧，因为这一次的双航母，但我也不会认同，就是说大陆官方的刻意低调的说这是例行性的，因为第一次嘛，第一次者怎么会是例行性的呢？那例行性的就是反正给外界一个说法，就不要大做文章。可是外界会关注这件事情，会大做文章。一方面从官方的官宣的内容，双航母并列，整个的舰队群的完整，然后呢，所有的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呢，大力士几乎呢，你可以说呢，就是海上的大象漫步啊。嗯，那这种的阵容摆出来了之后，大家当然就会考虑的，就是说第一个，那你为什么？第二个，为什么是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好吧，那这三个问题呢，总是要回答一下的。那主持人在问的南海，我想这如果我要做第一次的双航母的军演，而且让外界感受到，就是说双航母的军演背后中国所做的军事准备的这个态度，挑南海，那很合理的事情。南海现在是在多事之秋。美国如果要去挑拨亚洲的和平的破口，一定在南海上面。亚洲现在是全世界最和平的地方，特别在东亚。即使有美国有美日安保，然后有美国的航母、美国的潜舰或者美国的这些呢驱逐舰，经常呢会在这地方呢找点事儿。可是亚洲最少从1990年之后到现在为止，亚洲没有任何地缘上面的冲突，没有任何的战争，基本上面都保持的一个不管有没有假想敌，即使南北韩这样的关系，都保持的一个还可对话可控的危机，但是南海就未必。南海基本上面已经不是亚洲格局，南海基本上面是中美的大国格局。这个大国格局，因为美国非常清楚的知道，南海对美国来讲的重要性是边缘，可是对中国来讲，南海的重要性是绝对核心的重要。因此，在一个它的边缘利益跟中国的核心利益上面去呢，企图呢给中国制造压力，对美国来讲呢，成本非常非常低，但是呢，能够呢达到的军事上面的，或者说地缘政治的效果可能非常非常大。这就像如果有一天南海比较好的类比，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中国本身的军事的投射力量已经呢可以在加勒比海，在美国的后院，也能够类似呢美国做这种的军事的部署，把古巴呢跟在亚洲的菲律宾呢完全画上等号，你在菲律宾搞事情，那我今天呢在古巴我就可以搞点什么。如果中国呢今天呢能够呢在加勒比海，在美国的墨西哥湾后院也能够做类似的行动，而美国都保持沉默，美国认为这没有关系，那呢再来跟美国呢做一般性的对话没问题。但是美国不可能，美国呢现在他之所以在南海在亚洲呢搞事情，基本上面还是呢美国最核心的他的安全的思考，就是他尽可能呢把他的军事力量呢做离岸部署，那部署在呢距离美国本土越远的地方越好，而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呢尽可能离美国本土呢越远越好。而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来讲呢，因为中国在战略的投射上面来讲呢，当然可以呢覆盖了美国的本土，可是呢做一般的常备的军力的部署来讲，要对美国的本土的安全呢造成压力跟困扰，现在还差一点。因此呢，美国呢在利用这个空窗期的时候呢，在南海呢拼命的搞事情，因为南海不管是呢中国和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多少会有点矛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多少吧。那因此呢，美国呢只要在这个地方制造南海的紧张，尤其是现在呢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那不管在宣传上面，
或者破坏呢中国，不是中国和菲律宾，而是借着破坏中国和菲律宾呢之间的长期稳定，而破坏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那种的互信的基础，这是美国一定做的。所以如何呢让南海能够完完全全呢在中国呢可控，同时呢中国在这地方呢所展现的力量对于美国有威慑力，对于周围的小，对于周围的这些呢邻近国家来讲，能够呢认知到呢中国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绝对优势的存在，这是中国要表现军事力量的时候必然要做的。南海，并不是说其他的东海、黄海不重要，而是南海呢是重中之重，同时在当下呢是最关键。好，那就时间点来讲，双航母的演习跟中国最近尤其。不用看太远，就从9月25号的东风31AG 的导弹的试射之后到现在为止，中国一系列的军事动作，虽然没有呢刻意的敲打某一方，也没有呢刻意的表达呢对特定事件呢特定国家的这种的意图，可是从东风31AG 的导弹试射，然后呢包括习近平主席呢以中央军委的这个主席身份呢去看呢这个就是说呢火箭军的部队，你看出来摆出来的这个都这个就是说东风26的这个导弹的整个旅的这样的一个编制，以及呢看到的一些呢导弹的试射、双航母的演习，这些呢几乎是系列性的，就是呢军事力量的展现。就时间点上面来讲，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认为。就像光是这一个月之内，从美国的视角看出来，他一定会注意到呢亚洲在中国试射导弹之后呢，朝鲜试射导弹，俄罗斯呢是试射导弹，换了中俄朝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呢密集的展现了自己的核实力，那这个呢不会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大家对于当下的时间点那有一些的敏感性，总觉得呢，在11月5号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他可能改朝换代，那可能呢会有一些呢不确定的因素。这个世界呢本身呢和平的逻辑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冲突的逻辑。因此，作为一个大国来讲，准备应对冲突，证明自己呢有应对各种冲突的实力，去确保在自己的核心的场域。在核心的利益，我有能力保证自己的核心利益。在这件事情当中来讲，我想这是双航母军演要展现出来给这个世界看到的。尤其在过去一段时间，因为美国的航母在亚洲在整个西太平洋大概呢缺席了将近半年，但是现在华盛顿号呢正在美国总统大选前的时候呢加速兼程的赶回到西太平洋。做部署，在这个时刻，双航母以航母的规格来讲，以一个航母战斗群的规格来讲，不管是辽宁舰或者山东舰的航母战斗群，从简单的量化计算来讲，一个航母战斗群如果要去面对到美国的一个航母战斗群，中国呢相对来讲呢是居于呢劣势的，不管是在整个的航母的编队舰载机的数量。或者说呢，单纯从航母的体量上面来看，跟美国的航母还有一点点的差距，可是双航母就未必了。或者说，当我双航母呢，能够呢同时具备集战力，同时呢能够在一个战场当中呢同时相互支援呈现的时候，美国的一个航母战斗群的优势在西太平洋就不存在。所以。从一个面对到呢，在此刻的时间点、时间跟地点的敏感性上面来讲，在南海的这个双航母的军演，对于这个时间点，要让呢全世界看到呢，中国有能力呢捍卫自己核心的战略利益这件事情，我相信是这次双航母演习呢最主要的意义。好，我们再说回这个地点哈，就是这个地点，就是刚才讲的，当然南海这个地方呢。这个并没有出乎大家的预料，但是呢，我们
就是如果说解放军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当然就是完成这个国家的统一啊，包括这个就是突破那个第一岛链这一块。那么有人讲说，南海这个地方实际上它是跟台海在联动的，能够解决南海，它就有可能会解决掉台海，这是一个可以联动起来的这个一种战略。那么就是我们再追问一下唐老师，您觉得就是这是不是代表一种这种战略的思维，就是解放军实际上在用南海来破台海、南海和这个东海的几个点的时候，以南海作为这个就是那个战略的突破口了呢？我觉得如果说要把四海联动要放得很宽去解释的时候，四海联动，南海跟台海的关系当然很密切啊。尤其从南海要往北走的时候，一边面对的是巴士海峡，一边面对的是台湾海峡，这两个海峡的宰制力、掌控的能力，在这地方呢，是不是拥有的绝对的对这些航道的掌控权？对于中国本身呢，在自己家门口的安全管理非常重要。我基本上不会把南海的军演一定把它跟两岸呢做连结。我觉得，除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大事件，使得中国必须要做呢大规模的有针对性的部署，否则南海呢归南海，台海归台海，暂时呢是可以把它分开来看的。在南海本身现在主要应对的是美国、菲律宾，那以及呢在可能呢会发生的军事冲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美国在南海的活跃度还是很高的。那除了美国以外，现在看得出来美国呢正在召唤了他的盟友英国、法国，都准备把他的航母呢往亚洲派。第二个，对美国来讲，南海固然是中国的能源贸易的最重要的战略通道，可是眼前对美国来讲又何尝不是？当美国呢在中东呢需要做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的投入的时候，南海也是美国的必经之道啊。从呢几年前，三年前我们看到美国的康乃迪克号。的这样核潜舰，我们不确定呢，他在南海呢躲了多久的时间。如果不是因为呢他自己把自己撞得焦头烂额的浮上水面，快速的呢往美国的本土逃回去，我们甚至于呢没有办法呢知道，那美国呢到底呢在南海，因为南海的地形底下海底的地形结构，那远比东海、黄海要复杂很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在看得到看不到的，不管是水面上、水面下，大国的角力一定是非常激烈的。那中国必须在这个地方呢，证明自己是这个地方绝对优势的存在。这个绝对优势的存在，双航母演习的威慑力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我个人之所以在谈论的时候呢，不会把这一次的南海的双航母的军演，然后把它跟台海的问题呢摆在一起。台海的10月14号的联合利剑逼的围岛的军演，习近平主席隔一天呢到了东山岛之后呢，在这当地的视察，以及之后的火箭军的这个视导，我想这已经够。那双航母呢本身，尤其在围岛的军演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辽宁舰也很快速的呢穿越呢巴士海峡，到了台湾的东侧海域。那个呢是台湾在两岸作战的时候，台湾海军呢最重要的就是呢躲避攻击的苏泊点。在那个苏泊点上面来讲，那当辽宁舰呢一旦呢有演习的时候，很快在那地方呢部署到位，同时启动了大量过去呢台军方面或者台湾的一些呢深绿的独派的评论家质疑，就是呢解放军的航母有没有呢足够的夜战能力。我想这次辽宁舰呢都已经展示了。过去辽宁舰呢在一般的认知上面是解放军的航母的训练舰。可是这次的双航母演习呢，它其实也在告诉呢这个世界，就是辽宁舰本身呢不只是训练舰，双航母的军演所摆出来的那样子一个队形军容壮盛，即使是美国的一个航母战斗群呢，在西太平洋活动呢，大概呢都是倍感压力的。
所以这次的双航母的军演，在全世界现在都对未来有一种惶惶然不可终日的不安定感的时候，双航母的军演对亚洲的地缘政治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个双航母的演习不只是呢大陆自己的感受，不只是呢对美国、对日本呢这些国家呢会产生了一定的威慑跟压制的效果。尤其呢，在东南亚的这些呢，跟中国呢现在比较友好的国家，看了双航母的军演之后呢，对中国的信赖度呢会大幅提高。好的，